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期我几乎从来没有讲过的一个话题，就是球鞋。那么在讲今天的这个视频之前，首先感谢狂迷体育，感谢狂迷体育，感谢篮球，然后呢，感谢矿泉水，矿泉水要先喝。OK，我们现在今天讲球鞋。首先呢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并不是什么球鞋 UP。我就是一个打篮球的人类。我买球鞋呢，我对球鞋也是完全的跟很多这个篮球爱好者不一样，我是完全不懂球鞋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身边的人或者你们观众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我穿的是什么鞋。这是1000%1万还原的这个实话。那么我买球鞋是怎么买呢？我买球鞋就是直接，我觉得我需要球鞋的时候，因为当我每次要买新球鞋的时候，我都已经把旧的球鞋已经给穿的，就是 you know 破烂不堪了，就 crazy 的，就已经穿不下去了。这块儿，还有这块儿，还有其实很多恶劣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呢，就是在我觉得我必须要买球鞋的时候，我就去直接去实体店，我也不会问别人说你觉得后卫什么什么鞋适合后卫，什么鞋适合我，我基本上不会问的。不是基本上，是完全就不会问的。我自己直接去实体店，然后呢就逛一圈，然后我觉得哪个鞋看着很顺眼，哪个鞋这个看着顺眼，然后呢我穿上，我觉得走两圈，我觉得 OK， 我就买了。就在我们更深刻的讲我们的这些球鞋之前，我们开始讲这个关于 Crocs。Crocs 呢，是我一直以来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有穿的一个鞋。然后呢，我也有穿这个 Crocs 打篮球，像平时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或者随便跟朋友玩的时候，包括上学的时候，我都有穿 Crocs。 因为呢，我觉得 Crocs 很简单，然后呢我就穿它，我就成功了。嗯，对，不讲 Crocs 了。我们现在讲球鞋，我们再回到刚才是关于球鞋的事情。就是这两个球鞋呢，这个球鞋呢，我就是像我这个之前跟你们说的一样，就随便在实体店上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好，我穿着 OK， 然后呢我能跑能跳，然后呢一开始我穿这个鞋的时候有一点硌，但是后来你穿了大概一周两周你就赢了。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鞋很好，这个鞋呢是好像是 Hyperfuse 2013还是2014，我真的不清楚，但是我就穿它我就觉得好，我就买了，然后我就继续穿它。然后现在这个鞋已经穿的就有点烂了，你看这儿都已经就是嘎了，有些对吧，本来这是不至于这样，然后呢我就不要它了。 OK，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我最好的，就是那种就是吵过无数次架，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好兄弟那种，好兄弟那种，就是我的恩人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叫 Josh。 他给有一天啊给了我一双 Hyper Dunk， 实际上不是这双，因为这双其实 Hyper Dunk 我觉得太牛逼了，所以我又重新买了一双。其实这双是现在这双是新的，我还有一双旧的在放国内了。但是呢这个 Hyper Dunk 呢，因为你就要知道这个鞋这个东西吧是因人而异的，而且是不能就是以后卫中锋是什么，这些都是太笼统了，因人而异，就每个人和每一个人类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脚是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你不要因为就是这个人说这个球鞋好你就一定要买这个球鞋，你就要自己感受自己穿着感受。然后这个鞋呢最早是这个我跟赵是，他是不喜欢这双鞋的，但是呢他觉得这双鞋很新而且很好，就送给我了。然后呢我在穿这双鞋之前，我穿的是库里一还是库里二还是库里三我也忘了，就是我打 CEB 那打每场30多分单场50分那段时间，我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库里。然后呢那个库里穿的已经就是完全不像样的时候，我开始穿这双鞋。然后呢我穿上这双鞋我就爱上它了，因为这双鞋就是我穿着就很舒服，就是无论是这个球鞋里面让我脚就是包裹的比较舒服，还是包括我用力发力就是它起跳啊，我都觉得很好。然后呢我就一直在穿这双鞋，甚至我这双鞋穿了一年之后，我又决定
现在买了一双，重新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 H1 2017。还有就是呢，我很喜欢红色，红色白色我觉得非常好，所以呢我就买这双鞋了。所以你看，我对买鞋我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而且是我也不对什么品牌有什么追求，我就是单纯的去一个地方，我单纯的拿一双鞋，无论是实体店还是朋友给我，我就穿，我穿我觉得好我就继续穿，我觉得不好我就不穿了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双 HD 呢，我真的觉得它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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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适合我，所以你看我现在说的好也不一定非得是说对我好就对大家好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好是因为它适合我，那么没准我这双鞋还会再买一双。所以呢很多人经常让我给大家一些建议，说好哥来建议我们这个买一些什么鞋呀，穿上什么鞋呀这些，那么我只能说这方面呢我只能帮到你，帮到这里，你就我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真的就是像我怎么对我合适我就去这个商店，去个实体店我就买，先试再买，然后就穿。对，最后呢我们重新来感谢一下匡米体育，感谢篮球，然后感谢矿泉水，最后感谢 Crocs。 我们下期再见，有什么想让我聊的话题内容评论底下见。